欢迎收看电脑游戏无限法则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邀请到一个 YouTuber 叫做红月，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无限法则。他专门在拍麦块的原位生存，对吧？不完全是。哦，还是有拍其他游戏。对 ，OK， 那你有什么想要跟观众们讲的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今天很高兴跟尼亚斯一起来玩这个无限法则哦。对，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玩过游戏，好像蛮尴尬的。左上角那个我朋友很喜欢跳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好像说物资很多吧。那我们要跳哪边吗？好啊，来啊，我换了，我换了。好，我马上换。好，来，杀一波，走。哎，我旁边就两个人哎。对啊，来吧。只能弄死他们吗？弄死他，弄死他。可他们这样子可能是不对，可能对，可能是八个人。对，两队，加油啦！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地方。哇，你什么都没穿欸！我有穿，我有穿。欸，你好狂喔！就我穿裤子啊，内衣而已，内衣红月。好，我结果我穿裤子才对啊，应该我穿个长。我又爆毙了。好，我找到枪。好。那我去收别的洞好了，我收隔壁那洞。不是啊，这狙击枪啊，狙击枪也不错啊，莫辛纳杆对不对？狙击枪不适合打近战。哦，我有看过有人拿狙击枪打近战，很强。这是真的假的啊？顺狙，要用的好吧？对，用的很强。目前没有听到脚步声。像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吧。嗯。还有缆车的声音吗？对。哦，缆车真的是噪音欸。有人。听不到别人的声音。哪里？我旁边的房子有一个人。啊，你旁边房子是我吗？不是，我看到他了。他在中间、啊。他现在在中间，公车区域，停一堆公车的地方。我去找，我去找。你往他那边走、哦。嗯。哎、欸。可我现在不知道他人跑去哪里了。看到他，哇哦，他只有一个人，他直接死吗？哎、欸，他是刚刚那个人啊，蓦然倾城啦，真假的？真的，小心哦，他是蓦然倾城哎，好狂啊、哦！怎么这么刚好啊？哎、欸，是你啊！啊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好，他没倒、啊，没有，就放在他倒，有他队友来了，对，你有看到人在哪里吗？有，哪个位置？旁边，我前面那一个电线杆，那不是，那是什么灯的？大灯对不对？他那个灯的下面那个那堆血，我绕过去，我绕过去，他跟我对，他跟我对，你稍微牵制一下。我没有看到他人欸，他往这里过来，他往这里过来。好，看到，看到。他往这里过来，他往这里过来。我靠，我直接倒欸。哇塞！不行，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。他在救人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没有在救人。好，他那个人死了啦，那个人死了。好，我先补血，我先补血，因为我没有手榴弹。好，我往这边走。好啊，你看能不能爬过来？因为你的血还够。他如果等下开枪打你，我就可以打。我打到他很多枪，他应该也是残血。没有，他可能在补血。嗯，他在补血。他可能要出来了。
跑到我后面，到了吗？再过来一点。好，可以，我救。他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。等一下，他们要过来，他等一下，他过来。哇，没子弹，再来，再救。我是20滴血。好，这一定要救成功。救成功之后就蹲下哦，然后就直接蹲下哦。好，蹲下。OK。倒了，他倒了。好，他还有队友。有，他还有队友。他这个叫什么名字？你有仔细看吗？没有，我没看到。好，你要搭缆车吗？缆车好吗？我没有搭过啊。你没有搭过？对啊，你要搭。啊，你有看过人搭，对不对？有，我看过别人搭。你要搭就搭，蛮安全的，我觉得。好。而且它方向好像是直接往山下，我这边上来就可以打。哦，这是缆车哦。对，这缆车啊，好猛哦。等下一个来吧，等下一个来就直接按 F 就可以了。等他一下。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拿着手榴弹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正在看能不能试丢。哦，别吓我！我看到人家拿手榴弹，我会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很想拿枪射他。好，按 F 吧。有。我擦。然后你按右键，欸，对，按右键就可以开准新瞄人。记得不要按到 F 哦。不要按到 F 哦，千万不要，啊。会跳哦，会跳，不要啊。好，手离 F 远一点，欸，还蛮稳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气球？有没有？黑色，哦？没有，那个是空投，空投降落在那个位置。气球不见了。然后这边这个塔其实是可以下去的，但是先不要下，因为还没有进圈。欸，我觉得好像搭缆车比较不会被射，欸。对啊。好安全哦，不太会被射吧？没有人会看缆车，没有人会看缆车，欸。对啊，那我们就一直打缆车不就好了？可是这个缆车快到了，啊，你不继续搭吗？他搭会搭哦，到那边就到了。对啊，再回去搭的话就是那个啦。啊，左左边还有一个缆车，欸，还有。好，我去搭。好。欸，那边的方向应该。那边的方向感觉会出去，欸，等一下要看一下会不会出去。我稍微看一下，会出去啊，那个方向就冲了，啊。对耶，啊，好可惜哦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呢？那是蹲在这个地方看有没有人搭缆车过来，啊。可是这个地方，反正也不会有人特地来这里搭，没什么掩体吧？有一根大棍子啊。大棍子有没有爬梯可以爬上去啊？没有哎，欸，还不能爬上去，也不给人爬哎，欸，啊，难过。我觉得这个掩体好危险。算了，先去房子好了。有车哦，有车先躲草丛或树。他开过来了，躲草丛或树哦，不要射他，他车速太快了，跟他就好。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。好，他等一下一定会停车。欸，没有，他没有停车，欸，真假的，就这样顺顺过去了。后面怎么了？我在你后面玩滑雪板。哦，欸，还有倒退滑，欸，高处的关系吧。因为上面那个人绝对是，好，我们就蹲这里，我们先蹲这里，蹲着。直升机，直升。啊，直升机太远了，好，直接跑。所以说，如果四个人上去，就结束了，哦。对，所以你先让两个人上去没关系，因为他两个上去之后就没办法去救底下那两个啦，所以我们就安全了。然后到时候是我们两个就直接上直升机就 OK 了，然后这集就可以剪精华了，完美。好，结果每个人都没杀到，哎，欸，没关系啊，不管他。不过我们要小心山上有人，啊。要怎么知道有人上了？它会显示吗？中间上面会有一个直升机的图片，会有四个座位，然后它会有人。救援直升机到了。哦，上面有座位数四。对，哦，上面有四个空位，有没有？它闪白色就代表说有人上机了。上11人，上11人。哦，太远了，运气不好。
哎、欸，雅思你怎么那么快、啊？我打趴一个。我怎么可以跑那么快啊？好扯、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右边有人，我右边有人，我右边有人。好啊。在直继续直走，对对，那个对那个图案的右边，对，他应该躲到墙壁后面了。对，就是在墙壁后面有人，小心哦，在左边哦，看有没有上飞机，没有，目前哎、欸，不要，先不要上，先不要上，还有人，还有哎、欸，右边有人，右边有人，那个楼梯爬梯，快看爬梯啊，哇，来不及了，对对对，他刚刚直接经过了，你跟我说右边有人，我会以为是我旁边，对啊，就你旁边那个爬梯啊。结果你转视角已经转过爬梯了，对啊，你跟我讲爬梯就好了。啊，可惜啊，还要努力吗？